这只受伤的鸟啊，毛草色水真水，可能是五色鸟。民众将伊捡起来汤啊来，并且甲铺上囡仔准备送去救治。快要死翘翘的样子了！哇哇哇！怎么了？快要死翘翘了！你看，刚刚飞出去这一下子。我那样了。上午这位姓郭民众伫门口发现这只五色鸟落伫涂骹，赶紧救起来送到公所的农业科。刚刚撞到我家的前面的那个什么玻璃。掉下来，然后就拿来砸，然后坐在这边又飞到大门口，又撞一次。民众表示，以前常常有鸟仔飞来金蕉园讨食，伊讲唔知啥物原因，奈飞去弄玻璃门，可能是玻璃漆了伤清气。常常会来我的这边那边吃那个什么，吃香蕉。吃香蕉。对啊，我要吃香蕉。你家吃香蕉？我演员自己曾经拍过照，但不是很明显。一处伫厝内，一处伫公所，连续弄了两摆，可能已经重伤死亡。送医院了。他也头晕了。啊，脑震荡。十二了，十二。应该是脑震荡。十二，没有体温了。哎，没有真的。没体温了。哇，那袂使弄啊。婚姻观野鸟协会表示，五色鸟伫三月份开始繁殖，婚姻观的山区真容易出现。这处可能因为偷食关系，去弄玻璃来死亡。出现这种的意外真可惜。其实这个不是他的什么病变不变，人家常常撞玻璃，我也常常撞到玻璃啊。嗯，对啊，对啊，那个只要你那个视觉的视线的聚焦点，如果是在窗户的另一边，就很容易撞玻璃。根据婚姻观鸟鸟协会人员表示，鸟仔出现这种的情形，是因为鸟仔目睭像望远镜同款，远的看真明，但是近的看袂到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